哎嘿，手套，这今天我是个马尿，正准备修下水管道呢。这个下水管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啥？有个蘑菇怎么成千手观音了呢？评委呀、啊！哦，这旁边的管道里面也有一个异阳指，哦，是一个乌龟背上长着异阳指。这最右边的管道我还没有检查的呢，这今天任务还真艰巨呀、啊，一个一个慢慢修吧。这第一个管道里，哟，不有这么多可以修的机会啊？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来了来了！这什么鬼？蛋白粉吃多了，这蘑菇啊！我要怎么才能打到它？什么？一拳被它抡死了！这也太恐怖了吧！麒麟臂蘑菇，这怎么下水管道变成健身房了呀？哎，趁它在抡到我之前跑过来就行了嘛，这就打不到我了吧？然后我再看看上面这个小方块里面藏着什么宝贝呢？哎，等等啊！我从这个角度好像是可以打到蘑菇的呀。我从天而降攻击他，他的麒麟臂就发挥不了作用了嘛。现在安全了，我们再来顶这小方块啊。顶出来了一个长大蘑菇，嘟嘟嘟嘟嘟。这下水道里都变异成这个样子了，我也得身强体健一点才能修啊。看看这下水管道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？哦，这个健身蘑菇我们就还是从上往下跳着。我怎么还会肘击呢？这么强的吗？我居然还会跳起来打，那我也看准时机赶紧干什么？我站在管道上面你还上来锤我呀？太过分了，这也太过分了吧。我知道了，在他察觉到我之前那就可以把他踩扁了，就是要一个先下手为强是吧？那我先站远一点，等那个蘑菇过来的时候我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啊响叮当之势，在他还没有抡起拳来之前就踩扁了。哎呦，那这边一次有两个肌肉蘑菇咋办呢？能进行一个连踩吗？就是现在。他飞起来在半空中被我踩扁了耶。这什么鬼啊？这管道怎么是可以下来的？这什么东西在管道里面啊？外太空变异老鼠，我要回去，这完全回不去了呀。那没办法，只能勇敢面对了。他们背上都顶着蘑菇，我直接踩蘑菇应该就行了。这什么鬼？他们居然还会牙通牙。我只剩一只了，踩他的蘑菇。成功了。我不愧是资深管道工啊。我打不着这俩外太空老鼠，一下掉了这么多钱呢。所以说人还是得精通一门吃饭的手艺吗？那看来这次我已经是解决了这水管里面的一个心腹大患了啊。走走，继续前面看看之前我们找到的那个千手观音蘑菇到底在哪儿呢？这是到什么地方来了？这怎么直接从水管的穿都不认识的地方来了呢？没事，继续往前走走看啊。这边又碰到猛男蘑菇了，能不能我先捡个什么东西把我自己吃大一点的？看看这边这个小砖块是不是完了，又被他一拳抡死了。这怎么直接就从头开始了呢？蘑菇又来了，他会加速回来。还好百忙之中还是被我踩扁了。这怎么我都已经把那太空变异鼠给铲除掉了，还要从头把这管道检查一遍呢？算了，就是这么敬业，那这一回我们就先不恋战了啊，我们直接到这管道的尽头去看看，不在这些小喽啰身上浪费时间了，直接跳过来就行了吧。快跑。等我先去把你们的老巢捣毁掉，再来一个个对付你们。躲在这边啊。掉到坑里去了吧。这怎么还有一个隐藏小蘑菇呢？现在我也变成充满力量的隐藏型肌肉 man 了。一个小花花啊，我捡了这个花花，我就可以发射子弹了，变成下水道警长了。有了子弹，远程对付你们这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还不简单吗？我无敌了，现在可以直接冲到这什么东西啊？乌龟壳上也长个手，长得也太恶心了吧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还是站到这边来打他啊。根本打不到啊！还是一颗子弹就把它给崩了吗？那谨慎起见，我们还是走着上面啊。这前面好像没有敌人了呀。那来看看这个小方块啊，又是捡到了一点钱。来了！我这都已经有子弹了，怎么还搞得这么狼狈呢？还好被我抓住了机会。那看看这边有好多问号小方块，还好像都只是一点钱呢。又一个猛男蘑菇来了，他又飞起来了。还好我现在因为在下水道里面混久了，对于你们这些变异蘑菇也有一点心得了。走到这边来，先离他们远一点，然后再发射子弹。怎么样，就是这么得心应手。
哎，不过前面这个小土堆好像，哎，这不是之前我打扮的那个变异老鼠来的地方吗？啊，就是之前直接从管道传送到这儿了呀。那现在我已经有子弹了，对付你们前面几个小蘑菇，那还不简单呢？就是你们这些把我送回起点的，这家伙简直是……哦，太棒了，我好像终于到了管道终点了呀。那这么看来，这管道里面也没什么厉害玩意儿嘛。那千手观音蘑菇不会是自己吓自己的吧？哎，捡到一个小星星，哦吼，这就是我无敌的象征啊！哦，这管道前面好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呀。就这边，哎呦，这就是那个啊，千手观音蘑菇来了！快发射子弹，发射子弹！哎，刚才我的无敌状态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啊，他的手转起来了！哎，好像我打了他一下以后，他的手就已经没了一个呀。这啥玩意儿？大风车？这什么鬼呀？这是、啊？那这回我们有经验了，现在拿了这个无敌星星以后，就赶紧过来，先发射两个子弹呢、哎。在他准备好之前，就先打掉他一点血。然后趁他没有过来的时候，赶紧多发射子弹。过来了，又过来了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直接把我锤扁了。哎，还可以踩他的头上踩他几下呀。怎么还伸出来几个手挡成一个龟壳呢？根本下不去。快趁现在赶紧打他的光头。这怎么？原来手全部缩回去以后，马上就要开始大风车了呀！我不信，我堂堂资深管道工还打不过你个下水道里的小蘑菇吗？来，再把那个花花给吃了，然后吃了那个无敌星星以后，再来试一次啊！这回吃了星星以后，瞬间我们就要往右边走，不要浪费这个无敌星星的时间呐！就是现在，赶紧先发射两个光波，哎，被他一脚踩到了。然后这一回，我看看我们用什么策略呢？还是一开始就发射，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找准机会，赶紧跑，赶紧跑！怎么是直接跑到他的拳头下面去了？那就先踩他两下，然后这回怎么先不把手缩回去就开始抡大风车了呢？我就不信啦！我再吃一个蘑菇，再吃个花花，然后我再用我们的这个无敌状态去对付你。快吃了星星，赶紧走！之前两次我都是直接在他头上蹦啊，我看看这回有没有办法可以躲避他的攻击呢？好，一开始趁他没有攻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先来发射几回，然后赶紧跑。哦，原来在他的手转起来之前，我是可以不烂的手的。但是一转起来，就直接被锤扁了。那现在还是可以抓紧机会锤他一下的。怎么又直接开始大风车了呢？你这家伙，哎，这也太猝不及防了吧！好像我在这一直跟修水管没什么关系啊，是来更新我的花样死法来了是吧？好，手又伸出来了，这回我们还是不要注重逃跑啊，就是现在赶紧逃吧！怎么又逃到他脚底下了呢？不觉得新鲜了？现在还是站在他头顶打他啊！哦，龟壳神功了，赶紧，这回我们就不恋战了，赶紧先溜！哎，他肯定要转起来了吧？怎么这回又不转啦？赶紧趁机先踩他几下，然后怎么是用两胳膊把我夹死呢？你以为是夹死一只苍蝇是吧？算了，我也只是一个区区管道工而已，怎么能跟这种变态外来变异生物对抗呢？我宣布这边这个水管已经作废了啊！这不还有好几个水管可以用了吗？来来来，我们用这边的水管就行了嘛。那我们就结束啦，拜拜。